地宫打这就开始了。行，产生了，我听您的。我琢磨琢磨，看看怎么弄弄这个事儿。到时候我得请您来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您来给我们说说，知道全力支配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刘文昌现场点播。
的需要，绝不是艺术的需要，是商业的需要，是票房的需要。但是我作为一个演员，我不愿意当这样的演员，我不愿意重复别人，我也不愿意重复自己。我希望每次带给观众新鲜的东西。可以说，正是这种精神，让尤文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。